平西望的小姐到了大明寺之后许完了愿，就叫保护她的那些人马留在寺里面，她自己呢带着几个随从跑到镇上去探望奶妈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把她抢走，叫他们在这儿接应，你们跟我走。是。平西王的女儿已经许配给藩邦太子，我们只要能够把她抢到手，哪怕是要10万两黄金，他们也会来赎。上马，好，走。要挟，限10天之内交10万两黄金，否则小姐就……我知道了。为了小姐的安全，只好按兵不动。不过金国太子追婚甚急，如果救不出小姐，恐怕要引起刀兵之患呢。此事直欲智取。马上写信给岳云山之子岳振北。是。等一等，把情形告诉他，此人年轻有为，智勇双全，在江湖上结识了不少的豪杰，这件事非他不可。他会来吗？他父生前与我同殿为臣，在公在私不会拒绝。时间紧急，叫他不用进京，我在清风镇等他。壮士到。曹师伯，镇北，你来得好极了。恕小侄晚到，快点请坐。是。这件事只要你去，一定马到成功。师伯，请恕我直言，如果因为金国太子逼婚，就应该兵来将挡。再说金田龙如此猖狂，我们就应该大兵直捣匪巢，为民除害才对。何须用我呢？你很有见地。可是，我恐怕刀兵一起对百姓不利，为万民着想，所以才请你去。王爷一片爱民苦心。好，我去。等一等，这儿有皇上恩赐黄金1000两，给你做安家之用，你收下吧。我心领了，这些黄金还是留给本镇百姓重振家园吧。真不愧是忠良之后。事不宜迟，请马上动身。我先回家禀明母亲。老师，你来了。我是来探望你母亲的病。我在书里看你那封王爷的信。你是决定要去金龙山吗？我决定去了。金龙山地势险要，你怎么能上得去呢？是很困难。比如这是金龙山，悬崖峭壁，四面环水。我找水老鼠李小七过河偷船，再由爬山虎牛迈上山放下神梯，再由神箭手马毅帮忙掩护。就算你能上得去，金天龙武艺高强，谁来对付他？我来牵制他，给他们机会救出王爷的女儿。你又怎么能脱身呢？这一层你想到了没有？就算是我牺牲了，
也是值得的。你母亲年纪这么大了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我已经答应王爷不能反悔。再说我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对，尽忠就是尽孝。母亲，你要保重。你不要担心我，快找人去吧。啊，你找我们家相公啊？他出门去了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没有说。啊。秦霜，哎，小姐。啊。马姑娘。岳大哥，是找我哥哥啊？是。你知道他现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不知道。你要找他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。哎，我知道是什么事。啊？你知道什么？因为我哥哥是神箭手，你要找他到金龙山去帮你对付金天龙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呀。我是诸葛亮。还是这么调皮。来，快告诉我，你哥哥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哥哥我找不到，我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。哦。他的本领跟我哥哥一样。是谁？我。黄毛丫头。哎，你看不起我？女孩子家懂什么？什么？马姑娘，这不是去游山玩水呀？啊！哎，难道花木兰是男人吗？花木兰是花木兰，你是你。啊！好吧，那你就去找我哥哥的好朋友贾壮士吧，他的武艺比我哥哥强得多呢。哦，贾壮士。哎，在什么地方？清水溪，明天一早你就到那儿去等他好了。啊，这次不会是骗我的吧？信不信由你。好，啊，等我找到了再来谢你啊。小姐，哪里有个假壮士？他看不起我，我存心给他当上。莫非是假壮士吗？是你？我是假壮士，不是真壮士。怎么，够资格跟着你一块上金龙山了吧？你的武功虽好，但是我不能带你到金龙山去冒险呢。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我非去不可。金玲，不要孩子气，要是我带你去了，万一不能回来，我怎么向你哥哥交代呢？假如真的不能回来，那就见不着我哥哥，也不用你交代了。岳大哥，我自己做了铁弹弓，苦练了几年，就是想像你一样做个侠士，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，难道你就忍心不成全我吗？好吧，我们去找水老鼠李小七。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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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啊！哎，你那儿呢？有了。这个，你们尽管下吧。如果我输了，把船给你们。好，下船。这个人，他就是水老鼠李小七。此人深通水性，我们到金龙山要经过黑水河。
非他不可。哎，如果他把船输了，那就好办了。他以前就很难请他办事了。不做生意了啊？哟，怎么靠赌吃饭呀？哎，来了来了。给我给我。过渡啊。哎，来坐下啊，爹教您掷骰子啊。哦。喂，你看几点？数数看。一。想办法骗得住啊！好，哎，知道不？你看爹来吃啊，看着啊。哦，你来。啊，来。哦，输了，输了，输喽。四五六，你来，来，来。嗯。哦，一二三。大哥啊，我们也来掷骰子好不好？好啊。两个人掷没有意思哦。就是。哎，我来一个怎么样？好啊。船家啊，我们赌得很大的。哦，哎，过去玩啊。啊。哎，越大越好。来，你先坐庄。你押多少？十两。嗯。你呢？全押上。你先吃吧。嗨，才两点，太容易赶了啊！看我的，哎，倒霉！还来不来？当然来了。押多少？这条船，这条船啊，小七，你要敢拿这条船赌，我就跟你拼命。哎，你别管，来来来，吃。哎，我们来赌点别的东西。赌什么都行，赌你跟我们去一个地方啊。哎，我们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对，你们输了呢，五十两。好啊，来，来，慢点，话先说明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很危险的。哎，你别看我是个打鱼的，我也见过大风大浪啊。哦，治吧。你来看看呢。怎么不赌了？哎，你。你输了什么？我知道是三个六。哎，不信下去看看呢。哎，输得痛快，输得值得。马姑娘，我服你了。我这一辈子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，这回能跟你们到金龙山去，我死也甘心。不过小七哥啊，我给你的安家银子你一直不肯拿去，我心里真不好意思。哎，这种事我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？哎，小七哥，哎，走走走走。哎
财。再说我那老婆吧，她巴不得我死在外头。你看呢，我走的时候她连送都不送，还像话吗？走走走走。哎哎，嫂子是个嘴硬心软的人，她一定会来送你的。你呀，看错了。不信我跟你赌啊，好不好？赌骰子，你可比我强啊。可是我老婆的脾气，我比你清楚。如果她来了呢？我收下你们的银子。不来呢？我们依你喽。哎，那我们过桥为先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走，马姑娘，这回你输了。知道女人的心。嗨，你看看，就要快到桥头了，还没看见。小七，小七，小七哥啊，你又输了吧？哎，小王子他妈，多带件衣裳，别着凉了。哎。以后别再赌了。知道了，谢了谢了。小七哥，哎，这你就拿着吧。嗯。我走了，照顾孩子啊。牛大哥，哎，那就是他。说说看，谈不好啊。哎，你不是说跟他是老朋友吗？老朋友又有什么用呢？他这个人呢，除了喝酒就是打猎，从来不管闲事，说明了他准不去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看我的。强盗金田龙，这个狗强盗，老子给他无冤无仇，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。是啊，老子非宰了他。对，他们到哪儿去了？那面。大叔，你看见拆我房子的人往哪边去了？你找拆房子的人啊？不就是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人吗？哎，大哥，你去找金田龙，我陪你去，咱们哥俩一场，有祸同当嘛？啊？嘿嘿嘿。兔崽子，你还装孙子？我房子是你拆的，我老子要你的命！哎呀，你慢着，你是谁？我是岳振北。李小七拆你房子，是因为想激你跟我们一起上金龙山杀强盗去。哦，原来是岳壮士，久仰大名，有什么事尽管吩咐，何必让他？你看你，好了好了，牛壮士，话已经说明了，没有你，我们上不了金龙山。去不去在你了。
前面山路崎岖，行人稀少，我们不能再骑马，免得引起金龙山匪探的注意。我们还是走路吧。一定有很多金龙山的匪探，我们要多加小心。我去查看一下。啊，那我们在这儿歇息一下。哎，哦，你们烧点吃的，我去找水。好，你俩哥，拿点柴火来。哎，你倒会相扑。你去砍啊，好好好，不用争啊。哎，咱们来赌，谁要是输了谁就去砍，好了吧？赌啊？不会这玩意儿。哎，容易的很嘛，三个骰子你不会。哎，咱们赌一个，谁点儿大谁就赢了，怎么样？我们来。哎呀，你的运气可是真好啊，一人呐、啊、就是个六点啊，幸亏你没跟我赌，要不我就输了。哦，这就算赢了。那当然了。哎，好，我跟你赌。咦，只有一点儿，是个幺。你输了，砍点柴吧。呸！你害老子！哎，我的凯子！是要你来游山玩水的，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洗澡呢？要是给金龙山的人看见了，岂不误了大事？这么凶干什么？人家热吗？好了好了，快点上来吧。你站在这儿，人家怎么能上来呢？你走开点好不好？胖的大姑娘，你打扮的花儿一样，慌慌张张，莫不是你孤零零的梦得慌？不，奴家输了，做事没人帮忙。起来，干什么？老子在这累得要死，你再站下掉。哼，起来！谁叫你输了？老子上你的当！非揍你不可！哼，你敢你！有人打！哎，来！哎，兔崽子！哎，你敢来？还嘴硬？哎，住手！谁？我。你在树上干什么？睡觉。从哪儿来？
经理来。到哪儿去？没有一定。我看你就不是好人。身手非凡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朝小路走，到前村用饭。嗯，哎，哎，装满了的啊！哎，好好。哎，客官坐。你要点什么？酒。哎，好好。一定是跟着来的，老子宰了他！哎，慢着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对，不能露网子。哎，店家，换一盘花生。多少钱呢？您随便给吧，多少钱都行。请随便赏。哦，好。给你，拿去吧。啊！在路上都说我不好，我向你赔不是。算了算了，去去去，这样我睡不着的。您睡上面气吗，牛大哥？您要是不肯睡上面，您还在生我的气。来来来，您睡上面气吗？来来来，您睡上面，您睡上面。那你呢？我，我在下面将就将就。你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到底是兄弟。你这个兔崽子。牛麦兄，来过来。老子又上他的当，怪不得让我睡上。你在这儿睡吧。你呢？不用管我。
定你们是金天龙的手下吧。哎，你既然知道了，就乖乖的把人头留下来，免得爷们们动手。哼，你死到临头还要得意，我让你碎尸万段。你要是再执迷不悟，休怪我宝刀无情。啊啊，好，我甘拜下风。好刀法，哎，真不错啊。你真行啊。岳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朕被妹子杀人之后，心里都很难过。啊，什么人？谁？是他的。逃跑了，我去追。慢点。明天我们改装上路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发愣啊？两个人一张床怎么睡梦？好，这个容易，你睡床好了。什么？我睡地下？你个儿那么大，床又那么小，一翻身不把个压瘪了？那你睡地下好喽。牛大哥，这样不公平吧？好，我跟你赌。哎，好啊，来吧，来啊。慢着啊。老上你的当，我做了一个。哎呀，谁点大谁睡床。行了，你先吃。六六六六六六六，哎，这回你赶不上了吧？哎，你吃啊。天灵灵地灵灵，保佑小七赢啊！六啊！嘿嘿，真是个六！哎，牛大哥，你这骰子真不错，要六就是六。去，倒霉！哎，你命中注定要睡地上。谁呀？是我。啊，来了。好，老板娘。把你们给吵醒了吧。没有没有。我替你们换一条干净的被窝。好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你们两个是新婚的夫妇吧？是的，是的。我一看就知道了。你们早一点睡吧，好，住在我的店里，包你们平安无事的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现在才知道，想要你们的命，你们的脑袋早搬家了。你敢？我给你们一条生路，马上跟我上金龙山。就凭你？翠娥已经落在我们手里了，我们跟藩帮里应外合，金寨主可以得10万两黄金，你们跟我投奔金寨主自然有好处。哼，你们应该识时务。识时务的就不来了。好，那就叫你们来得去不得。接刀。这个老贼知道他派来的人上不了我的金龙山，你去派几个能干的，先对付那几个来送死的。是。前面没有路可通啊。哎，那边有个山洞，说不定有路可以通过。没有出路吗？怎么过去的？有，那边有个洞口。你们来看，金龙山。我们总算到了金龙山了。我们商量一下怎么进行。大家已经看见了，金龙山地形险要，而且有黑水河相隔，我们要想上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看啊，是你。昨夜承蒙侠士相救，感激不尽。是啊，多亏你帮我们把刀剑偷回来。其实我救你们也是多余的。这话怎么讲？因为你们还是要到金龙山去送死。我看侠士武艺高强，不知可否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要我帮忙？你肯帮忙，我们一定可以成功。哎，怎么样？可以。你们给我多少银子？啊，银子？哦，
你要银子？当然了，人为财死，阁下不像贪财之辈。那你看错了，不瞒你们说，我就是江湖上的神偷梁上飞。哦，那你为什么昨天晚上还给我们刀剑？那是因为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一路上跟着我们，以为我们包袱里的都是银子，所以才把刀枪还给我们，是不是？对，老子现在才知道你原来是个飞贼。哎，谈不好生意用不着发火啊。站住，快拿着你的破扇子走。好，免得我的扇子跟你们一块儿同葬金龙山。没有他，我们也能破金龙山。寨主，王府派来的人被我们逮到了。啊，好得很。向飞，是你？哎，快点松绑。是是是。我给你们引荐一下，这位是我朋友的得意的门徒，江湖上人称神偷梁上飞。久仰了，久仰了。尚飞，咱们里边谈。好。几年没见，你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？听说你掳来了平西王的女儿，我是特地来向你道喜的。哦，眼看10万两黄金就要到手了。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呀、啊！请好。不过平西王已经派人来了。好，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他们都是高手，不大好对付，我倒愿意助你一臂之力。好，好，有你帮忙那太好了。让他们来吧。我们是以寡敌众，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一点。李大哥，什么时候动手？我们马上就去吧。不，等天黑。哎，山上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好，我们准备走吧。哎，这一切凶多吉少啊。大哥，你不会怪我把你给骗了吧？哎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是自愿来的。好，老子光棍一条，怕什么？对呀，你是光棍，可是我有老婆孩子。要是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把我往河里头一扔，反正我是水里来水里去嘛。大哥，你可得好好的照应我老婆孩子。兄弟，包你没事。一旦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不要紧，担心的是你。担心我？为什么？万一你哥哥回来了，我怎么交代呢？哥哥知道了，他一定很开心，因为我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。你真这么想？你说对不对？走吧。哎，等等，让我问问运气。晚上我们一定成功，走。
真行啊！牵制住惊天龙，老实说我不是他的敌手，我这趟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走。
平西王的小姐交出来，拿你的人头来换。是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，唯利是图的败类。哼，我以为你是三头六臂，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。哼，凭你这点能耐也敢上金龙山。哎，让我来。
有本事上来。临潼还不知道啊，杨大爷，送他回西天吧。好。原来你不是强盗。我不当强盗，怎么能来救你？那我错怪了你了。你快进去救曹翠娥。我把曹小姐送去，你快去救岳振培。好的。等一等，记住，金天龙浑身刀枪不入，只有刺他的眼睛，才可以治他死命。我知道了。杨哥，还是让我来对付他。快快
救岳大哥。哦。曹小姐，你不要着急，等会儿岳大哥他们回来了就送你回府。我不是急这个。那我你已经逃出了虎口，还愁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口渴，想喝点水。啊，我去给你找点水来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要问了。那我不能回家。怎么？告诉你实话吧，你们救了我一个人，就是害了万民。这话怎么讲？因为有人。别出事啊！别是强盗追来了吧？是王府来的吧？我是救小姐的。小姐现在何处？哪？末将参见小姐，奉王爷之命前来迎接，请小姐回府。请小姐赶快回府。谢谢你们。哎，二位。你们小姐刚才说不愿意回去，说回去之后对万民不利，这里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小姐受惊过度，语无伦次。哦，承蒙相救，王爷定有重赏。哎，我们又不是。官兵要杀你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小七，兄弟，小七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小七哥，大哥。
会真的戒毒了，送我回家。我水里来水里去，你放心好了，你的事情我们一定把它弄清楚。李小七，你杀得对，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李小七是末将所杀。晋国太子与我定有密约，只要能把小姐送去成亲，他就即刻派兵助我，江山王位岂不是垂手可得吗？王爷计划实现，末将愿效死命，请王爷放心。什么人？这一定是他们的人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这个老贼，岳大哥，我们上当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找曹国威。哦，他们要见我。现在候在门外，请。四位平寇有功，来啊。在在，准备酒宴。不必了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杀死李小七？这是从何说起呢？哼，你还装模作样，岂有此理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的女儿就是证人啊，可以请她出来当面对质。大胆，敢在王爷面前放肆，拿下。住手。既然你们想把事情弄清楚，好，把他带上来。母亲，伯母。岳振北，你还要人证吗？你这个祸国殃民的老贼，你站住，你还要逞强。慢着，你敢动一动，先要他的老命，后要你的小命。战北，先国后家，你还不杀奸贼，为国除害，你还等什么？住手！还不束手就擒？今天我岳振北落在你奸贼的手上，任凭宰割。但是不许你伤害我的母亲。既然你识时务，我就饶了他的老命。还有，此事与他们三人无关。不，岳大哥，我们同生共死。经理，对，好，果然是英雄本色。战北，你不是我的儿子。母亲，你不要再孝顺我了。拿下。
天罗地网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痴心妄想，利用自己的女儿去谋夺王位。告诉你，天下有杀不尽的忠臣义士，你千方百计的祸国殃民，难道你不怕一袖万年？好，我成全你流芳百世。杀！哎，你面君认罪，不必。那你要怎么样？我都答应。我要你的头。啊！既然如此，你不用动手，我割给你。
岳大哥，牛卖梁上飞都为国捐躯了，他们死得值得，我们进京去揭发老贼卖国的罪状。